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飞白。北京微博在秋季赛不仅对人大换血，连主教练也换上了 A 级的前任教练叶亮。不过新赛季刚打了三场，微博就更换了主教练。叶亮退居幕后，大鸡哥贝克曼顶上来了。叶亮上个赛季在 A 级执教，当时大家都觉得他为人比较和善，但带队能力并不是那么强。张角之前一直强调叶亮是个非常优秀的教练，但从带队的成绩来看，他带出了 A 级近几个赛季的最差成绩，确实让人难以恭维。他带出过金宇、阿泽和子阳这些优秀选手，但在 KPL 上确实没能证明自己。只能说叶亮在青训还不错，但是作为一名主教练，可能还是欠缺点威严。贝克曼从 MPG 来到微博，一开始只是副教练，很多人都觉得贝克曼当副教练有点屈才了。现在看来，贝克曼应该早就做好了转正的准备。微博一开始的目标就是贝克曼，只是迟迟没能敲定，所以才把叶亮叫来了。后来贝克曼真的来了，就等着叶亮成绩不好的时候直接换。现在微博两连败，正是换上贝克曼的绝佳时期。贝克曼之前带领 MPG 的时候成绩一直都不错，虽然试冠因为一些言论被网友称作大鸡哥，但大家还是比较认可贝克曼的实力。不过本赛季 MPG 失去贝克曼之后，成绩并没有下滑，这也让不少人重新评估贝克曼的实力，他到底有没有那么强。现在成为微博主教练的贝克曼需要重新证明自己。小伙伴们如何看待贝克曼顶替叶亮呢？